那我们重新开始，请你明确回答：是否自愿和成功发生性关系？是还是不是？是。成功有没有对你实施强奸？没有。你确定不对成功提出刑事指控？我不指控。给我点纸。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从事发到警察到现场，你是否联系过其他人，委托过第三方替你打110报警？确定没有。行，暂时问到这儿，你先在这儿休息。警官，我能问问是谁报的警吗？我不能回答你。我可以走了吧？不能。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你传唤24小时。我们给你安排了房间休息，等受害人的体检和笔录结果都出来后啊，我们再决定是不是还要对你进行询问，做出处置结果。不是，弄清这么点事有那么难吗？你们履行你们的职责，深更半夜来抓人，我尽公民的义务配合你们来到这里，问什么答什么。我够配合的吧？是，我婚内出轨，行为失检，道德失格，这是我的错，但这些错不归你们警察管，对不对？一个明摆着的诬陷诬告，你们要把我留在这个地方多长时间啊？我告诉你们，等你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还我清白之前，一旦消息走漏出去，我个人的名誉、企业的声誉、经济损失将数以亿计，这个损失谁来担呢？啊？你别激动，坐下。你现在还没有解除犯罪嫌疑呢，就跟我们谈经济损失？那你别出轨啊！坐下。燕队，王支队长一大早专程从分局赶过来，在燕队办公室等你汇报。连王支队都惊动了。当事人否认强奸，不指控，就没有受害人。王支队，这立不了案呢，报人吗？王支队，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讲。首先，根据出警情况、还有现场调查的证物，以及赵寻在接受体检还有笔录时的情绪状态，尤其是他对随成功返回大城
到他发生性关系的全程，意识是否清醒描述不清。我认为他心理活动复杂，否认强奸的态度像是应激反应，也像是自我保护，不排除隐瞒事实的可能。如果是自我保护，说成是强奸，那不是对自己的名誉更加有利吗？未必。强子，别打岔。叶明，继续说。其次就是根据媒体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和我们同时到达现场偷拍视频传到网上的反应速度来看，报警人在报警同时也向媒体报了料。报警人的身份查清楚没有？还没，匿名报警。成功向我们质疑报警人的行为动机，要求我们调查他的身份。他认为是有幕后势力在利用这件事情诬告陷害他。所以成功认为有幕后黑手搞他，并非是被害妄想。总之，受害人虽然否认强奸，但真相未必如此，他的真实心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究。还有就是我们从大成那边拿到的监控视频尚未进行分析，两位当事人的陈述还没有得到视频的印证，无法立刻检验真伪，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调查清楚。那你的意思呢？先不放人，至少等24小时传唤期满。给我18个小时，我只要有把现有证物梳理一遍的时间，同时等司法鉴定报告出来。叶明，当事人不指控，刑事案件就没有被害人，确实很难立案啊。我的意思，放人，马上放人。处理社会热点案件，一定要记住两个要点：高效侦查，快速定论。可受害人的复杂态度，还有报警人可能的背后动机，你可以继续查，人必须马上放，就这么决定了。喂，啊，我是。哦，好的，我马上进来。陈总那边有消息了，我跟你一起去。哦，不用，他们只让律师进去。快快下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持续守候4小时。哎，请跟随我一起让警察进去。师姐，你是燕明。哦，燕明，你好，你好。我是成功的代理律师。我知道这案子你主办。对，昨天晚上刚好我值班。之前我就听说程董是师姐客户，名商全权委托，怎么刑诉也归你管？对，他的法律事务我全权代理。处置的如何？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陈先生？马上会有结果，先等一下吧。喝点水。哦，我不渴。编队，林安，你什么时候来的？3点。添麻烦了。应该的。请坐。警官，我想问一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传唤结束，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你可以走了。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调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嫌疑人，被诬告的受害人，我对你们警方调查的结果具有知情权，对吧，林律？是的，您有这个权利，但是您先坐下吧。听燕女们说，初步调查结果，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你涉嫌强奸，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不立案不意味着侦查结束，一旦出现新证人、新证言，我们随时会重启刑事侦查。什么意思？新证人证言？连你们所谓的受害人都已经矢口否认这件事情了，难道我还洗不清身上这盆脏水了吗？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无论如何要感谢你们几位警官通宵调查，还给我清白，谢谢你们。你的个人物品啊，谢谢。走之前签个字。我还有一个请求，警官。刚好我的律师也在场。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我个人的名誉也关乎到上市公司的商誉，也关乎万千股民手中股票的价值，懂吧？所以这件事情，请求你们警方对外要严格保密，保护我的个人隐私，任何消息不能流传到社会上，可以吗？有个事儿，陈董啊，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你被公安机关带走的视频已经上网了。现在门口有很多的记者在等着你。什么视频？谁干的？谁传到网上的？目前还不清楚。这分明是有人设计陷害我，想毁掉个人的名誉，抹黑我企业的信誉。我请求你们警方赶快调查，就先查这个所谓的什么报警人，查他的身份动机，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们把他找出来交给我，我要告他。陈先生，你先冷静。林远，我有这个权利对吧？您有这个权利。陈先生不要激动啊，您先坐。我跟你说啊，您的确有权利通过正常的报警流程向警方报警，提出指控。警方受理后，一旦查明这个报警人的确是涉嫌诬告陷害、捏造事实的话，司法机关一定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如果证明他不是捏造事实，那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这个报警人的身份信息，维护他的人身安全。可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被他一告就变成这样，这不是诬告，这是什么？我现在就要报警，林凯，你帮我办手续，我现在就要报警。陈总，咱们先回去。外面都是媒体，我怎么出去？哦，燕警官，能否通融一下，让我们把车开到院子里来，以防我们离开的时候会造成混乱。可以。车牌要通知警卫，帮他们车进来。好，谢谢啊。来，走。谢谢。哪边？这边。目前正在等腾空司机接机。哎，来了，是他们吧？两岁，那郑叔，都是你照顾他呀？啊，老得洗澡。二老师，遛弯去了。咱们买菜去了。啊，好嘞，测体温吧。好嘞。啊。哎。哎，王师傅，遛哪儿呢？看好，再见。哇，没少买呀你。啊，今天才测。哎，方大师。哎。
哎，您吃了没有？还没吃呢。还没吃呢？啊，您今天吃的可够晚的，是一会儿上去吃。哎，方奶奶，我问你啊，你今天有什么热闹事儿吗？哎呦，今天早晨的大新闻你没看呐？什么大新闻？强奸啊？强奸？就是赵寻那个姓程的大老板，强奸的是谁不知道？都打了马赛克了。我看着一路走过来这么多人盯着我，以为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家寻寻啊，就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没关系。走走走。嗨。回公寓是吧？嗯。你自己一个人住吗？有个销售部的室友。我还是想回自己父母家。前进路星海小区2号楼2单元201是吧？你怎么知道？你资料上写的呀。这都打了马赛克呀，看不出来呀。怎么像啊？小，你看这是白衬衫、牛仔裤。你啊，这鞋不是你前两天给他买的吗？是这吧？嗯，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等一下，这上面有我的号码，你回去想到什么想补充什么随时打给我。叶明，燕警官，谢谢你陪我一夜。不客气。要我陪你上去吗？不用了，谢谢。赵寻下班啦。嗯，哦，别忘了测体温呐。哦，好。急急忙忙的衣服和裤子跟视频一样，一模一样。不然他急什么？这着急呢。就是，一看就是亏心事儿，他妈捏呀。一个公司的，有那个差不多。怎么关机了，寻寻？你到哪儿去了？怎么回事？一大早就回家，你不上班？我今天休息，不用上班。哎，你们公司出了大事了，你不知道？你们老板的事儿跟你有关？寻寻，你听妈说，你在外头出什么事儿了？你别问我。这脸上打了马赛克的小女孩是你吗？那上面穿的跟你一模一样，寻寻，你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爸和你妈都在呢。你听我说，你说实话。别问我了。怎么回事？赵明，你怎么动手？你什么态度？赵明，你怎么动手呢？你缠着他。你怎么打他呢？程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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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所有的董事和高管，下午1点召开紧急会议。好的，程总。什么会议主题？需要各位董事高管提前做什么准备？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明白。明哥，这些年你做投资并购，做飞速，但是我知道你行速也非常在行。关键这个时候我谁都不相信，我只信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追查报警人的身份动机，他的社会关系，银行往来账户，我要查出幕后的黑手是谁，谁想在名誉上置我于死地。你放心，财力物力无限的支持。第一，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林看，
给他资金和人手，他不方便做不了的事情你帮他搞定。总之他需要什么你就配合什么。知道了。我饿了，要不要一块吃点？林律，一起吃吧，折腾一晚上了。意思一下行吗？好，你慢点，不用干，不用。好，不用。没事，哥。我们栽培，这一杯我干了。哎，不用干，不用干，你随意啊。来，到你那边去坐。慢点啊。你这个赵助理可以啊。是吧？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还有酒量。你给他倒点水。好嘞，好嘞。哎，李毅来了。哎呦。你可来了，再晚的话我都护不住他了。你好，李总。不好意思，李总来了。来了啊。来，慢点。黄会长，太长时间不见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哎，没事没事。行，别起哄了。来来来，快坐。你看带什么了？带什么了？哎，我可不收贿啊！不要因为迟到了给我送礼。你怎么知道我给你送礼啊？大家都喝半天了，给他拿一个热毛巾，解酒护肝的。那什么呀？这是啊，只有我想呀你。林律，快点过来。陈总，在接受您的委托之前，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事儿。每一个细节，我希望您对我100%的坦白诚实。当然。那就从宴会结束说起。是你要求赵寻跟你回大臣的，还是他主动跟你回大臣？昨天晚上宴会9点多他就喝挂了，一直睡在酒宴上，直到散席我才把他叫醒。他醉到什么程度？意识清醒吗？能不能自己行走？当然，我一叫他就醒了。哎，没事啊，今天表现不错啊，没掉链子，回去之后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我没有喝多啊。他跟我一起走出会所的，是吧，李毅？是的，我看见了。没喝多。来，上车。我送他回去。不用，我送他回去。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慢点啊。昨天晚上是程董扶着赵寻上车的，但是他绝对不至于意识不清，最多就是喝大了。临走的时候还招手冲我笑呢。那为什么您没送他回家，而是来了大臣？因为路上出了一些状况。什么状况？
所以我就让司机改变了路线，一起回到了我的住所。那赵寻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当然接受。你酒醒的还挺快，到底年轻啊。好点了吧？哎呀，你认为他那个时候是清醒吗？清醒。这是您的主观感觉还是客观事实？哎呀，拜托您看，一个人喝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能看出来的。陈董，我有义务提醒一点啊，和酒醉意识不清，尤其是丧失行为能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符合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强奸定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人渣，那不是我。紧接着他就醒来了。你醒了，你去洗澡。我已经洗过了。嗯，那我去洗澡。哎，哎呀，小傻瓜，撞疼了吧？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会迷路的。我带你去洗手间。不用。啊？你拿包干什么？我里面有洗漱用品。我那里边什么都有。不用。要不要帮你？自己走进卫生间洗澡，足以证明他是清醒的吧？那洗完澡走出卫生间之后呢？水到渠成。从头到尾，他没有通过语言或者是行为表示过拒绝吗？当然没有啊。你没有使用暴力吧？不可能，任何女人她只要说不的话，会立刻停止。虽然我很喜欢她们，爱她们，但是我也尊重她们。我对任何女人都很温柔。那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12点半到1点半，我不确定了。那个后来我就睡了。再后来门铃响，警察上门了。有一点我有疑问，就是赵寻为什么当着警察的面，既不确认强奸，也不否认强奸？你怎么知道？根据公安机关现场的处置反推啊。确实是，当时警察问他，他什么都没说。你被强奸了吗？赵寻，你告诉他实情好吗？把实情告诉他，不用害怕，我在这儿呢。工作保持安静。坐下，坐下。我在配合你们。坐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请回答，有没有？
郑寻，你告诉他实情，保持安静。他年纪小，你们不要吓他，不要害怕，知道吗？我在这儿呢。保持安静。安静。你希望我们带你离开这儿吗？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吗？陈先生，我们现在对你依法传唤，请跟我们走一趟。先把衣服穿好吧。我衣服在……没有搞清楚就依法传唤，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要不然你们打也行。在第一次问询结束和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你有权会见你的律师。但对于现在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的违法行为人，我们可以采取强制传唤。那我换件衣服的权利总有吧？你认为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年轻呗，毕竟少不经事。那至于懵到连“不是”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吗？如果说不是，不是等于当众承认自己行为不轨了吗？那他个人的道德污点和你的社会名誉和集团的利益相比，哪个更重要？他如果当场否认，就可以避免警方传唤和丑闻的曝光。可是他呢？他为了保全自己，把这个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你体谅他，他有没有维护过你？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想苛责。为什么你们的重点都放在赵寻身上呢？把他撇在一边，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这个幕后黑手。这两者并不对立啊，但谁是重点，我们现在先不要定论。因为唯一可以左右刑事定罪的是赵寻的说法，他是否指控强奸，直接决定了事件的走向。你认为对我的伤害威胁还没有结束，警方还可以对我进行刑事指控？不予立案并不代表案件终止。你忘了叶明最后那句怎么说的吗？新证据，新证人，指什么呀？这个事件呢，有两个可能的变量：一是赵寻的说法，二是一旦匿名报警人出现和他要怎么说。那如果赵寻或者是这个匿名报警人提供了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证据指控你强奸，那就会导致事态的突变，公安机关会重启刑侦。可是赵寻已经跟警方否认了这一点，他怎么还可以指控我？你这种假设可能性几乎为零，完全无需担忧。我必须提醒你，这种可能性并非为零。完全没有可能。我和林律都是女人，女人的保票你最好不要打。林律，报警人的身份你有什么思路？报警的电话号码呢，只有公安机关能够掌握，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打给媒体的爆料人的电话号码，我觉得十有八九应该也是这个报警人，所以我想要这个爆料人的电话号码。李，你联系一下媒体，搞到这个爆料的电话号码。我还要看整栋大厦的监控，昨天晚上上夜班的保安我要一一的查问。我来安排。床单和丢弃的垃圾纸上均提取到精斑和体液，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痕迹。赵寻的胸罩、衬衫、牛仔裤均无暴力撕扯开线痕迹，说明衣裤脱出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他到底是醒着还是醉着？心路，喂，通知你一声。今天晚上我到燕州，
晚上家里见。你要回来啊？我不应该回来吗？你闹出这么大的新闻，我不应该回来吃一个新鲜的大瓜吗？儿子呢？你认为我应该带着萱萱一起来吃你这个大瓜吗？他们都知道了。你认为呢？抱歉啊，你带着儿子从英国回来，刚刚隔离结束，和老人团聚没几天，我就打扰你们了。见面说。新路要回来了。对，他回来也好。帮他也拟个声明，在我的声明之后发布吧。内容是什么？婚姻牢固，理解宽容，情比金坚，就这些。你确定他这次回来会站在你这边，配合我们的危机公关？他会的，不冲我也会冲集团的利益、企业的声誉。关键时刻，新路总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对，他识大体、顾大局。所以你认定他赶回来只是为了救火？当然不光是为了这个，我也要给他一个交代，这是我的事情，我去搞定。我去看大厦的监控。我就知道，不立案，在你这儿画不上句号。你知道，你知道。调查怎么样？有什么新的进展啊？啊，谢谢你昨天晚上为我忙碌了一晚上，我给你弄一杯蜂蜜柠檬水。门关上了，你想骂就骂我吧，打我也没意见。我有资格打你骂你吗？新路还没动手呢，如果排队打你，他也是头一个。我向你道歉，于公于私我都给你添堵了。于公，我是集团的副总裁，拿着高薪和股份，危机公关是我分内的事儿。于私嘛，缠你的女人可多了去了，小三儿的帽子未必轮得到我戴。这添堵的份额，我能幸运的摊上一份？除了新路，我只给你一个人道歉。我跟识大体、顾大局的差别就是，他需要道歉，甚至可以当天赶回来兴师问罪，而我不用。你知道你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怎样，永远都会维护我，从来都知道分寸。任劳任怨，不辨是非呗。啊，别生气了，红颜很多，你是知己。知己就是看着你劈腿也不能掀桌，还要帮你处理残局的人。我说的不好。你说的够好。那我做的不好。你做的也很好，而且对所有人都一样好。好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儿吧。您看，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
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也提醒了我。什么呀？有些话，林看未必会直说，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Non-perfection, I remember that. Let you break my heart,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urt. Non-perfection, I still think of that.Jump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 heart. Ooh. 时光渐没，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可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都是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解脱，让过去的过去投生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爱的滋味，有谁时间。